大家好，我叫薛院明，我的英文名字是 Cameron Smith，我是美国人，well, in 我今年二十三岁，我是大学生，我学中文在 South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，我是大四，我喜欢中国在电影的《邵氏兄弟》《中国功夫》。<laughs> 奏乐和写剧本。我最喜欢的电视就是《Breaking Bad》，我最喜欢的电影《American Beauty》和《少林和武当》。谢谢你们的手表。再见。